当医师最害怕怀孕生产要命旅程，帮他听一下肺部，感觉都水，那整个脚都水肿，这个可能是怀孕引发的一个红斑性狼疮哦。妈妈跟宝宝都没有留下所有肿瘤这样子。哦，医生就说我这是妊娠毒血症，怎么样都是死路一条，那我就跟他赌啊，因为我其中两个是同卵双胞，一次两个，留下来的话，我就有三个小孩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